佛啊，若有一种生出疑惑，假设对这个佛说的话有疑惑，那么也因为这个是佛说的，只有佛才知道，那么所以要由佛来解说啊，那么乃能觉了，乃能决定明了啊，乃就是你才会真正知道。那所以这个是能引发一切幻境之法，那么这个是一切是对应说的啊。那么其实也就是法跟法有法义啊。比如说像二十一尔看见他们的这些堂兄弟表兄弟都出家，结果都解脱了，他自己也要出家，他家是非常有钱啊，他是贵公子来的，或者是王子出身的嘛。然后但是他非常用功，他非常用功，别人在休息的时候他还在用功。那佛法里面用功到非常有名，那么有两个人，一个就是二十一尔，一个就是阿那律。阿那律用功到眼睛瞎掉，那因为他上课的时候打瞌睡，被佛陀喝着，然后他就发愿，从此以后眼睛不闭起来，因为这样瞎掉啊。那佛陀就教他修天眼，他得天眼的时候还没证果啊。那后来还是佛陀教他怎么样修行才证果的。那二十一尔也是这样，二十一尔也是非常用功，但是用功的方法心态不对。佛法讲中道，就是正确，中道就是正确的意思。佛法讲中道就是正确的意思，主要有三种。一种，等下讲到法的时候再来讲，就是一种主要就是啊，你所解脱的境界啊，那怎样才是真正的解脱啊？那这是一种，就是理上的，就是真理。那第一种就是解脱的方法啊，要离苦乐两边。那么所证的这种境界要离有无两边，有跟无，只取有跟只取无啊，有我跟无我，常跟断啊，要离这两边。中道就是离两边，两边就是错误啊。那么离有跟无的两边，这个是所证的真理。那么另外能够证真理的这个方法，要先离苦跟乐两边啊。因为佛陀时代，婆沙门、婆罗门，他基本上有些修苦行，有些修热行，但是苦跟热，太苦跟太热都没办法修行啊。然后所以要离苦乐的两边。另外一个修行用功的心态，用功的心态要离急跟缓，太急了，着急要躁，像二十一尔就是这样，太急了。那太缓不济急啊，就不太用功啊，那么不当一回事，那这个也不能，这个也不能成就。那你太急了，那么也成就不了。二十一尔就是很急，所以他因为他看大家都解脱了，他还没解脱，他就越急着想解脱啊。我们一般人就欲速则不达，因为修行的心态是保持那个心态的平稳，在平稳中向上。你越急，他越不平稳啊，不安定嘛，不安定就越不能够解脱，他烦恼来了看不到。所以佛陀知道了，就给他叫过来，他是想要还俗，他心里面会想，我这么用功，这个是多数人也会有的想法。他说，我这么用功，比别人还用功，人家在休息的时候，我都在用功，啊，那么我都不能解脱，那看来我这辈子是没有解脱的因缘了，啊，有些人会讲，我没有解脱的因缘，我没有出家的因缘，啊，我没有什么因缘，因缘不是等待来的，因缘是创造来的，因缘不是本来就存在的。因缘是你去创造，才能慢慢累积起来的，啊，那么很多人不晓得这个道理，就认为我在等待因缘，因缘不是等来的，我们可以等待时节因缘，但不是等待因缘，啊，你出家的因缘，你修行的因缘，你解脱的因缘，你开悟的因缘，这个都不是等来的，这个是要用正确的方法累积足够的资粮，用正确的方法累积足够的资粮，时间到了，那么它自然成就，水到渠成。其实是这样子的，那他不懂得这个道理，他就很用功。这个越用功，心越急，心越急越不安定，越不安定就越见不到真理。所以佛陀就跟他讲，他想要还俗，他说：“我与其这样用功而不能得到解脱，我还不如回家好好做生意赚钱，然后拿钱来供养佛陀，让这些人解脱，我还比较有福报在这里啊。然后修行又不能解脱，然后天天这样用功，苦恼也不是办法，我还不如回家修一些福报还比较好。”所以他就讲到还俗，佛陀
知道就跟他叫叫过来，啊，叫人家，因为佛陀有他心通嘛，啊，所以佛陀他能够利益一切众生啊，啊，以正法说一切众生。那么他有疑问，觉得他自己没办法解脱了，所以佛陀就跟他说，啊，请叫人家你请他过来，跟他说，二十一了，啊，你年轻的时候，就是你擅长的什么？他说他擅长弹琴，啊，好，他就你看佛陀很厉害，佛陀都很会借机说法，气你气机的，啊，这个人是种田的，他就跟他讲田有分几种，这个人是养马的，驯马的，他就跟他讲马有几种，啊，很厉害。啊，三家这是拜火的，三家这是拜火的，根本火、居家火、福田火，不能让它灭啊。有根本火就有得智慧，可以得解脱，你让个火不灭啊。那么你怎么样让火不灭？他连能拜这个火，拜佛教火，啊，就是他以拜火，以这个火为主的三家是，他就跟他讲什么是火，什么是火。第一个贪嗔痴是火，贪火嗔火是火。第二个智慧是火，灭贪嗔痴的智慧也是火。能够烧掉一切的这个木材啊、杂染这些啊，那么真正的火是智慧啊。那么你如果要让那个火不灭，你是要让你的觉照能力、智慧的能力不灭。那智慧从哪里来啊？当然从觉照能力来。所以佛是觉嘛，觉念念觉，每一念都是觉，完全究竟圆满的觉觉悟，那个叫做佛。那么要学佛的人从表面的觉开始，从觉察。那么我们什么叫做迷？有烦恼不知道叫做迷，有烦恼不知道，你起了烦恼，你不知道你在起烦恼，那个叫做迷。因为有烦恼就不清净嘛，啊，那么内心火在烧，烦恼火在烧，智慧火就不起。那所以什么叫做觉？先觉知自己有烦恼，觉察自己起烦恼，然后你又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灭这个烦恼？这个方法的次第啊，所以我们讲经都在讲这些嘛啊，修行的次第。第一个，首先要觉察自己有烦恼，有哪些烦恼，那么觉察又了解这些烦恼是怎么升起的，因缘是什么，要用什么方法可以灭除它。那么所谓的修行，就是在觉察烦恼之后，在灭烦恼的过程，它就是修行。所以它一定会产生一种现象，啊，所以修行它有一种三种趋向，叫做向善、向上、向解脱。你的恶法会越来越少，你学一天跟学一个月不一样，学一个月跟学一年不一样，学一年跟学十年不一样。它有向上的特性，还有向善的特性，它离恶、离欲恶不善之法，这种就是它的恶法虽然会有，但不多。所以它一定有这种特性，向善跟向上，就越来越好，倾向于好的，向就是向，趋向于好的，而且越来越好，就往上啊，这边是善，这边是恶，那么它一定是往这边的，绝对不会往这边，绝对不会走一走又往回走，不会，它一直往这边，虽然带着烦恼，但是一直往这边走，向这个地方走，不小心被风吹回来，业力吗？因缘吗？恶因恶缘的时候会退哦。没关系，他还是站起来，再往前走。这个是法的特性。那如果你修行，你发现到你没有这种特性，那表示你对法不深刻，你对法不了解，啊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我们有时候出家很久，修行很久，越修越烦恼。所谓的修行，你会感觉到越修越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了解这个道理，你没有觉察的能力，这是第一个。没有觉察的能力就离开佛了，因为佛就是觉者嘛，完全的觉者。我们学至少要先一分开始学嘛，少分嘛。你先有觉察的能力，然后再有什么？再依佛法，有调伏烦恼的能力，之后才有断除烦恼的能力，之后才有不起烦恼的能力。其实这样来的嘛，能力就是你有这些功夫，所以它一定是什么向善。那有时候境界太强，我们还是会起烦恼。即使是我不懂这么多，我出家要三十几年了，我还是会起烦恼啊，真的。但是你会有个特性，起了烦恼，你知道在起烦恼，你要想办法远离这种烦恼。烦恼的时间不会太长，烦恼的程度不会太重，烦恼的次数不会太多，真的。它就是有一种向善，你就算因为地震、因为台风、因为水，把你推到这边来了。你还是要一直往岸边去，
你不会说啊，已经在这里了，已经在这里，没办法，就在水里面泡吧，不会；就在烦恼海里面泡吧，不会；就在苦海里面浸吧，不会。你一定不会这么想，你有一种向往上往岸边去，到底要往岸边，你会想办法找草、找木头、找什么，或是用手一直划一直划过去。你有那种趋向，趋向向光性，向上，你一定会离欲乐不善之法，你不会浸在欲乐法里面，欲五欲五欲跟一些三到一万恶法里面不会，那么会向上越来越好，就是这样，啊，会往上往上往上，那么忽然之间，如果业力会往下掉，有时候进三退二，有时候进一退三，真的，进进退退。但在进进退退的过程里面，你一定是往前的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你要发现到你出家修行、学佛这么久，有没有这种特性？没有，表示你还没入门。不管你读多少经哦，不管你懂多少、读多少、一天念多少佛，打坐可以坐两个小时、三个小时，你只要没有这种特性，表示你的修行都还在门外。为什么没有触探到最根本的核心嘛？就是没有觉察到你有什么烦恼，你通常会在哪里起烦恼？人事物不一样，为什么？这是第一个理由，觉察还没有办法。觉察之后，你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灭除这种烦恼？在没有灭除烦恼之前，你有没有办法控制烦恼？还没有控制之前，你一定要先觉察烦恼。它就是这个过程嘛，佛法就是从觉察烦恼、认识烦恼、觉察烦恼、控制烦恼、调伏烦恼到断除烦恼的过程。从智慧的层面来讲，叫做闻思修正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好，那么这里讲到啊，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二十一，那佛陀跟他讲，就是你这个。讲中道，中道就是你离苦乐两边，你修行的心态不对，修行的心态不对也不能解脱，因为解脱的是在心，烦恼的也在心，你太急了不行，太缓了不当一回事也不行，那么太方法太苦太乐都不行，说正的有长有断，那个也不对，那个也不是究竟，所以你了解了这个，你不懂也我不讲你也不知道，所以有很多外道灭法。这个不是涅槃，他以为是涅槃，然后他就安住，他以为他就到究竟了，其实不是，所以你会误会，误会掉。如果你不懂，你就会认为我现在就是解脱了，不是我现在就是涅槃了，其实不会。所以佛陀时代很多外道，正初禅以为得初果，正四禅以为得四果，到了非想、非想或到了无色界，他就以为得涅槃，其实不是，其实不是，就是因为他不懂。那么修行的方法，你先修苦行。因苦而死得解脱，死了也不能得解脱，其实是这样的，那么所以很多道理你必须要先明白，这个就是法真理，世间的真理，出世间的真理，那么因果，什么是因，什么是果，烦恼也有因果，所有的事都有因有缘，那么现前的它叫做果，我们这个是果报身，它是怎么来的，为什么下一辈子会不会有，如果会有它会变成什么，为什么，那你这些道理了解都是在这一生累积的。好，那么这里讲的，假设你有一些疑惑，那么只有世尊才能，因为他知道的是究竟。好，那这个等一下，刚才有一个什么眼智明觉，我们要来讲。那这个你就要对照这个，我们先把这个讲一下。然后等一下来眼智明觉，你看智度大他大，他都形容。如果我们要从这个词来看，它也可以讲大道、大海、大义，其实也可以这么讲，但是大道是形容，它深跟广，我们讲菩萨道是深广，深广的深跟广，就是从它的量来讲，它的深度跟广度，深广，既深且广，那么大道。基本上大乘它叫做大彻大道，大道，那么它这个都是形容，形容，基本上这个也叫做可以叫大义，你可以讲，但是这个是下义。好，自度大道佛中啊，这是以佛为根本，般若波罗蜜经，自度般若波罗蜜，般若波罗蜜经，这些道理，
啊，这些很寄生且广的这些道理啊，我记得这个有一些佛法它很深广，不容易明白。比如说缘起甚深，涅槃甚深，复甚深。玄奘大师从印度回来的时候，那么他翻译了很多经典。那有一阵子，唐太宗有一阵子没有见到玄奘大师了。他有一天就去找玄奘大师，就跟玄奘大师讲：“你最近在翻什么经典？”玄奘大师就跟他讲：“他在翻《瑜伽师地论》。瑜伽师地论100卷，大家有没有看过瑜伽师地论？瑜伽师实在是不好看，不容易看啊。我们说，因为他名相不容易懂，而且他的里面的那些名相特多，义理特深奥啊，不容易看。那这个。”他就跟唐太宗，唐太宗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哦，他讲的话有些很道理哦，然后这个他创造唐朝的盛世啊，因为他有一个贵真宰相，而且他量也很大，他也很有智慧啊，以古为鉴，以人为镜啊，以史为镜啊，可以知先天，以人为镜啊，那么以古为鉴啊，反正就是他讲的话也是很有道理。好，那唐太宗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哦。但是他就问玄奘大师，他说：“你最近在翻什么经典？”啊，我大师，你最近在翻什么经典？我说《瑜伽师地论》。他说：“那《瑜伽师地论》讲些什么？”我经常就跟他讲，大概讲17谛，内容是什么什么？那唐太宗听了也不太很清楚，但是说：“那你能不能把那个你翻好的拿一份文稿给我看看？”他说好，他就因为他快翻完了，他就拿一份的17谛的这些资料拿给唐太宗看。唐太宗看了没多久，就送回来，就跟他讲，就8个字：“瞻天望海，莫测高深。”啊，就是看不懂啊。就是他看到天，哇，好高好高，不知道有多高；看到海，很广很大，不知道有多深。形容的真好。其实我们对佛法有时候会这样，就是瞻天望海，莫测高深。有时候我们看那个《金刚经》，老在写功上，不写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啊，他们这些公式，我们有时候会不太清楚啊。那么，其实佛法一般来讲，就是如果你没有透过解释，这缘起很深也是这样。其实没有仔细去想，那么或是没有照那个理路，照那个方法，其实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。所以要告诉你正确的方法、正确的心态、正确的这样的一个观照啊。那么你要照这样，你不可以仔细想。那没有佛说，我们也不知道啊。那这个是自度大道佛说，从佛这里讲啊。这个是在讲《般若波罗蜜经》啊。那《般若波罗蜜经》讲的这些道理啊，讲的这些甚深的理，佛穷尽啊。所有的佛法都可以叫做般若波罗蜜。为什么？它都是要引发你的智慧，然后让你怎么样？让你解脱，你屈身死的。所以般若的作用啊，那么般若的作用主要有两个，就是智慧。佛法跟其他的宗教最大的差别在智慧。佛法跟其他的宗教最大的差别在智慧。没有智慧，它就不叫做佛法。戒跟定，一般我们讲戒跟定，戒定慧，戒定慧。如果有的话，那前面加个心。前面加的信，然后就先相信，然后确定会，这些都是共世间的，只有会是不共世间的，而且它是无漏会啊。那么，所以解脱啊，证真理，以脱苦海啊，这个是般若的一个主要。那么。证真理以脱苦海，就是能够得解脱。般若就是让你得解脱的。度是什么？度是度生死苦海，超越度脱生死苦海，我们叫超度。超越度脱生死苦海，我们就把它叫超度。那么，智慧的作用就是让你超越烦恼。你要先超越烦恼，你才能超越什么？超越苦海，因为苦是烦恼的结果、果报的啊。所以。智慧不起烦恼的能力就叫智慧，能够调伏烦恼的能力就是智慧，其实重点在这里。好，那么慧没有定，没有办法成就慧，没有定你成就的慧，
你至少要有最低最低解脱有两种，一种叫会解脱，一种叫做具解脱。会解脱最低，会解脱就是没有定，但是最少也要有未到必定，就是九住心之后有一个未到必定，或是说第九住心是未到必定，九住心就是你心安定的九个次第，内住、续住、安住、静住、调伏，那么极静、最极、一静等，专注一去等持，就九个修行的次第。那从善乱先把它调和，因为心善乱，因为调举，因为妄想，因为昏沉，那么定其实就是你的心两种特质，叫做清，就是专注清明。定其实是你的心专注清明，非常专注不善乱，非常清明不昏沉。那么你必须训练这样。那我们基本上心贪缘六尘散乱掉，没有力量。所以即使在观照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力量，就好像这个刀钝了，在切东西的时候切不断。那我们知道这个是烦恼，也想调伏它，但是觉得没有力量，那就是你心没有培养力量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硬观没有办法调伏，你要从哪培养定，或是那定再没办法，就表示你有障碍，障碍多要从戒开始修。那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说的戒定位。那么一戒得定，那色心为戒，一戒得定，一定得解脱。那么这个是楞严经也是这么说的，这个三无漏学。那你没有定，你没有办法有真正无漏的智慧，断除不了那个烦恼的根本，没有办法。没有戒定很难修成就。那其实它其实就是这个，就是我们修行的次第了。但最重要的就是慧。没有慧不等同外道，外道也有戒也有定啊，也有神通啊，也有戒也有定，也有信啊，他也有信，但是这一些都不能成就佛法觉悟的方法，没有办法。所以你一定要有慧，那慧一定是闻思修证这四个层次而已啊，闻所成、思所成、修所成啊，闻思修证这四个层次啊。那么他只是要理解，慧基本上就见真理，那么他得解脱。正真理般若就是慧，正真理以得解脱，以度苦海，那么这个是慧的主要的一个作用。好，那么他这里自度大海，我们先把这个解释完。自度大道佛穷的佛法根，自度大海佛穷尽，那么这等一下法语我们再来解释，就是。所有的这一些甚深的理，那么佛一切法，刚才讲一切法，具足了达一切法的实相，通达佛是通达的，穷尽的，天有多高，海有多深，这个高跟深是来比喻佛法，那么佛都就近了解，都就近了解，那么已经到达底了。如果往上看，它到底了；如果往下，它也到底了。它穷尽了解。通达这个法，佛穷尽嘛，所以它是法眼。那么自度相异，佛无碍。那么这个最重要是佛，我们说过，你知道了这么多，你不一定讲得清楚，不一定讲得出来，不一定讲得人家明白。真的，知道这个在六祖坛经里面叫做中通与说通，中通不一定说通。举个例子，佛教里面有一个具解脱的阿罗汉。具解脱的，周涅槃陀者，周涅槃陀者也是具解脱的，但是你要叫他跟你说法，他说不上来，他说的你不一定懂，但他说的是真的，但是你不一定懂，他不一定用你懂的东西，因为那个是要学习的，名相是要学习的，他不一定能够说，所以有一些比丘尼一开始你看，那他，你看他四个月，有的时候三个月。连一个记都背不起来，一个记很简单嘛，我们不要说三个月了，背一天也是背一小时就背起来，有15分钟我就把它记起来，身口意业不招，我在上面写一下，周立盘头前，他跟他的哥哥一起出家，小道生大道生，在小马路旁边生的，在大马路旁边生的，周立盘头前跟他的哥哥一起出家，那么一出家都要背那个记诵。就是修行的口诀啊，修行的口诀啊，你要知道怎么修行嘛啊。那我们现在好像不是背这个，我们现在是五坛空歌啊，要背楞严咒，要背大悲咒，要背阿弥陀经，背这个
他们之前是被那个修行的口诀，就是重点，修行的重点在哪里？方法、原理、重点，讲这个。啊，你看哦，他背那个很有很有意思哦。啊，先叫我们背这个也很好，也可以，就背这个就可以。啊，身口意业不障。啊，你看，就是三业清净嘛，身口意业不障。莫恼一切诸有情，哎，这个都是修行的重点哦，就是修行的口诀。莫恼一切，身口意业不障，莫恼一切诸有情。这个其实就是不造恶业，不结恶缘，一切诸有情。因为恶业会障碍你，恶缘也会障碍你，不了一切诸有情。正念观之欲净空，你要有正念观之欲净空，就是要修行的方法要正确，离苦乐两边，欲就是五欲，五欲的境界，我们会贪婪五欲嘛。因为我们是欲界众生，有那种习惯性，会贪婪无欲，就好像老鼠爱大米一样。他看到了，你要叫他离开，不想，那很难，不吃很难。他至少要先吃几个，他才会离开嘛。有时候吃了就不想离开，就在那个仓库里面了。那我们也是一样，对无欲的境界有那种懒惰性。无欲本身没有懒惰性，是我们的心，我们是欲界众生，习惯懒惰。那么你必须要有正念，教我们讲。就是你的心要训练安定的心，啊，离欲恶不善的心，正念观之欲净空，啊，无欲的境界，啊，其实是无常无我的，啊，欲净空。你这个他们当时背这个偈，即使是修行的口诀后，啊，你就照这样去修，其实也蛮好用的，真的。啊，身口意业不造恶，莫恼一切诸有情。正念观之欲净空，无欲之苦当远离。没有意义的，没有利益的，啊，无欲。一般讲无义无利啊，那个无义之苦当远。那么，因为当时流行修苦行得解脱，当时流行修苦行得解脱，但是你单单修苦行是不能解脱，你白白受啊。所以，我们很多事情都要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，这么做可以得到什么，而不是你不要管那么多，你照着做就好，反正有好处。不是这样子，佛法一定要弄清楚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它是不是真的有作用？啊，那你做的当下有没有发现作用？如果没有，那苦行外道，反正修苦行就可以消业障。啊，你因苦而死，你就得解脱了。结果因苦而死也没有得解脱，一辈子都在修苦行，也不能得解脱，那就白白受苦了。那我们修行不要落入这种境界。你看他当时。这个是修行的口诀，佛陀在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这样教嘛，就你要来修行，要来出家，先了解修行的原理与方法，你看，先了解，那他基本上就是你生活一三要清净嘛，基本上就是你要训练让你的所谓清净就是没有烦恼，但是有烦恼怎么办？要觉察，我们说过，它是四个过程，觉察的过程，觉察。然后怎么样？然后控制。你不能让他不生气嘛，你不能让他不烦恼，但是你控制不要让他扩大。你不控制的话，他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大到不可收拾，那就麻烦了。那你就控制不住，你就被烦恼所转。然后控制了之后，你要调伏，让他缩小。你一开始先让他不要扩大，之后让他缩小，这个就是调伏的过程。调伏到越来越小越小，就把它断除。最后阶段，其实是这样，这个是我们修行的过程，那你如果不知道这个原理哦，你就是天天在那个向上，我背多少经，我念多少佛，我打坐从一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五十分到两个小时，然后变成这样，我吃这条戒，我吃那条戒，我都不犯，我过十一点十五分，春夏秋冬不一样，那吃的非常清净，十五分到了还没吞进去就吐出来，也不吃了。很清净吧，很清净，但是清净是在没有烦恼叫清净，这他讲得很清楚哦。好，那这个你看，自度大海佛穷尽，只有佛才能够真正穷尽这一切法，而且自度相应佛无碍。这里讲相跟应，就是我们一般讲的
这个法有所谓的法相，法相，比如说般若，般若这个是法相，比如说四谛，比如说缘起，啊，这个真理啊，四谛缘起，那么智慧是见四谛见缘起的，好，比如说四谛这个叫法相，缘起这个叫法相，那法相这个缘起里面有法义，他在讲些什么？他在讲些什么？比如说这个叫做奇异笔。啊，麦克笔，它这个叫做法相，你看到它的形状，但是它这个做什么用的？写白板用的。啊，它一般我们讲一个法，主要有分三个部分，有时候分两个部分。那么经典里面基本上都是法性跟法相，法性讲法性的，跟讲法相的，法相像唯识，它比较重法相，中观比较重法性，啊，就是它的体系。啊，那么法相是。是这个法它的种种的不同分别，那么一个东西一个法，就是一个法里面一般哲学会讲说体相用，体相用，体法体就是法性，法性相就是它表性表现出来的外相，体相表象，然后用就是它的作用。举个例来讲，比如说金子。耳环，金子打造的耳环、手链、项链，还是金子打造的笔、金子打造的佛像，那么它的体性都是一样，都是金子，但是它的像不一样。项链、戒指、耳环、佛像，它的像不一样，它的用也不一样。啊，佛像是拿来拜，然后这个戒指是戴在这里庄严的，啊，那么。就讲的不太一样，就是用体，我们叫体相用作用。那重点在相跟性，有所谓的法性跟法相。那么这些法性必须通过法相，你才能明白法性。啊，那经典常常用一个句子，用一个比喻，比如说月亮，啊，这个境界是没有办法知道的。但是我用手指指这个月亮，我手指就是这些文字语言法相，啊，那分别让你知道月亮在哪里。我用月亮这个名词。月亮这个声音告诉我，月亮在那里。那你要看这个手指所指的地方，你不要看我的手指。啊，因指见月，在因这个文字，因这个声音，我让你知道实相是什么。那因为实相是不可说的，啊，所以这个基本上是所谓的法性跟法相。那这个相义，这个法相，这个名文言名文字名言，我们叫做名句文。这个文字，比如说《般若波罗蜜经》，《般若波罗蜜经》，它就是一个相，这个文字相、言语相，我说出来它是言语相，我把它写出来它的文字相。那文字相跟言语相，都是为了让你了解这个在说的意思。啊，比如说我说般若，等一下我把黑板擦掉，你看起来是文字相，我把黑板擦了，你了解意理，那个你就知道了。那你的意也没有擦掉。他说你让你明白那个意，所以相意现在般若蜜经这个制度就是般若蜜啊。那其实一切经都有般若蜜，一切经都是为让你有智慧，能够超越生死苦海的。那相意，相跟意，那重点在这个意。但是你没有这个相，你就不能了解这个意。不依世俗谛，不得第一。啊，接着讲，那么佛无慢，佛在这个演说一切法里面没有障碍，这个无碍是四无碍啊。我们来讲，授予众生人理正法，授予众生。一般讲，我有十力是无所谓，四无碍法是八不共法啊，就是佛跟阿罗汉不一样。四无碍，持意法乐说四无碍，那么这个都是针对佛度众生。而说的就是讲这个法的四无碍。那他这里讲制度相应，啊，就是《般若波罗蜜经》的这个文字语言以及它所表现的内涵。那么佛在跟众生演说的时候是无碍的，就是说佛能够善巧，因为这里是在讲佛的功德嘛，归经这边在讲佛的殊胜，这佛。不一样，跟其他的众生不一样，啊，所以后面就整个赞叹，
从这三点赞叹佛顶礼顶礼六波罗波罗蜜，通达这个波罗波罗蜜无等等的，就是没有人可以跟他比的，没有人跟他一样的佛佛陀，这个是赞佛宝经。好，那我们讲四无碍，因为佛制度相义，就是波罗波罗蜜经的文字语言以及它所要表现的内涵。啊，我们说四蕴由之，举个例来讲，我们说四蕴由之，啊，四蕴由之，四蕴由之就是欲入圣流的四种方法。那我们说清净善事要依法不依人，听闻正法要依义不依语，那这个叫依法不依人，就是你去亲近这些善知识，你不是因为他长得庄严，啊，也不是因为他声音很好听，也不是因为他对你很好，也不是因为他能说善道，就是因为他能够给我说佛法，我从他那边学习佛法，这个叫依法不依人。好，那重点我们再讲这个。那么你听了之后，他有所谓的讲的佛法，你不是由他的语言，就是这个相。这个语言是为了让你了解语言背后的道理。义，你要知道，他这么说是为了，就像自戒一样，他自这条戒，问题要让你达到什么样的作用？他跟你讲这个因子戒烟，你不是把它背起来就好？啊，就好像我常常讲，啊，以前因为我以前在福远佛学院，我在福远佛学院17年，啊，那么17年里面从。我是在家去的，然后没多久，没几个月我就出家，在福远出家了。出家之后，啊，从沙弥做了2年，到比丘，然后慢慢做到教务长，啊，然后从最后面排到最前面。但是在那里17年诵心经，啊，我们早会都诵心经嘛，一直都诵3遍，啊，观自在菩萨，心生不柔，名照见，无明镜光，度见我，诵那么久，有从来没去想，啊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从来没去想，反正就是天天背嘛，照章，啊，这个其实就是你虽然背得很熟，大悲咒也背得很熟，但你也不晓得这个大悲咒到底做什么用的。背了大悲咒不一定起大悲心，背了般若波罗蜜不一定有般若，为什么？这个就是你都是依语不依义啊，啊，因为他为什么告诉你这些？他是要让你想得到那个智慧。但是你背了那么久，你也没得到智慧。大悲咒背了那么久，也没有大悲心啊。所以圣严法师也一样，他那个大悲法会都叫做大悲心起，重点在那里起大悲心。可是多数的人，大悲咒诵了很多，也没有起大悲心啊。从哪里看得出来？从你常常起烦恼啊，又怨这个人，又恨这个人，人家杀我，你又讲什么？他们就知道你没有大悲心了，啊，很简单。那你虽然念大悲咒。大悲咒起嗔恨心的多的是，要赶鬼，要打鬼，鬼也是众生啊！你对鬼有大悲心吗？没有，啊，很简单啊！你都是要把他赶出去，要把他踢出去，要把他化为血血啊！你看这个没有意义啊！这个大悲咒没有大悲心，它就不是大悲咒啊！那你不懂得这个道理啊！你不懂得这个道理哦，多数人是不知道的啊！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做法会，做法会都会念那个观音那个净水。那么就是要洒净，坛场要洒净，这个火焰化红点啊，就是像这样的。然后你要洒净，那洒净都会拿着那个大杯做水，然后洒。那洒的时候，你会有一个观念，怎么样？洒到哪里，那一些不干净的众生全部退出去。这种观念哦，啊，就是说把那一些不干净的、不清净的都赶出去。这个本身就不净，你的心就不净，没有慈悲。没有智慧，洒净不是这样的意思。洒净是说你自己的功德，这里即使有愚痴的众生，有烦恼的众生，愚痴的众生遇到你，愚痴消除，变成有智慧。那么有嗔恨的众生遇到你，慈悲你摄受他，他也变得跟你一样慈悲。啊，那么所以他叫做火焰化红莲。不是用把火焰消掉做红莲，不是火焰本身化红莲，就是说你这个水用到哪里？这个水是指法水，就是你佛法带给众生的利益，能够转烦恼为菩提，能够转嗔恨心为慈悲心，
能够转愚痴心为什么？为智慧的心，能够转散乱心为安定的心。所以你依这个法水，这个水代表法水，这个法水你学习佛法之后，就是要把第一个把你内心，把你内心的烦恼转作菩提，把你内心的嗔恨转成慈悲，把你内心的愚痴转成智慧。那么你自己有慈悲有智慧，那么之后你再以你的慈悲智慧回向，在你的慈悲智慧影响其他没有慈悲没有智慧的人。其实这个是佛法最主要的目的。那么你洒净的意思就是在说这种道理，把所有的不干净的、不清净的都化为清净，而不是把不清净的赶出去，只留下清净的，那这不合乎佛法。佛法是谁遇到佛法都可以转。那么我们洒净就是有这个心，希望所有遇到所有佛法的人，就喷到水，就是希望遇到佛法的人啊，所有在这里遇到佛法的人，未来现在这里遇到佛法的人，未来遇到佛法的人，都因为佛法而变清净。以前我不是啊，以前我是这么想的，水洒到哪里，那些不干净的都退掉，而且结界它都进不来。不是的，这个观念是错的。可是你不知道啊，你都是这个心啊，就是把那些不好的赶出去的心，把垃圾扫出去的心，这个心本身就不清净。你本身不清净，大家都这个心，这个坛场怎么会清净？你想想这个道理。所以这个观念你不知道嘛？以前哪里知道？后来慢慢知道，哦，原来我还在讲这个。那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我们常常有很多华位都会，都有洒净啊。可是你如果多数人的洒净都是这种心，那种心就结成一种一种分果，有一种势力哦，那你就会变成跟众生有敌对哦，这个是不对的，这个是本身就违反佛法。那你虽然举办法会，可是你那个不是佛法的法会，不是佛法，那个是外道法。为什么？你当下的心，你要你跟众生相对待的心，排斥众生的心，嫌弃众生的心，恼怒众生的心，那你怎么样？你怎么样度众生？你自己都是这个心，你都降服不了，你怎么消除众生？你怎么样超度？超度是超度烦恼，超灭苦海，度脱生死。你自己的烦恼，你都没办法消除。你怎么用这个法？你念出来就可以吗？不是，所有的法都是依心的，力量都在心，不在声音，不在语言，不在文字上，在心上。那你念了之后，你首先你的心改变，那么你就改变你周遭的氛围，整个。然后你的心力也有力量，你扩大的势力，谁遇到你，谁就受你影响，谁就受你影响。所以你刚才问我姐，在婆罗门，婆罗门中尊；在刹帝利，刹帝利中尊，啊，一样，都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重点在依义不依理，所以从这个相了解这个义。那如理思维就依了义，不依不了义啊。要讲次无碍，法义持乐说了法，第一个是法，第二个是义，第三个是持，第四个是乐说，乐说无碍。那法就是啊，我们说它是通达一切法的名字，其实就是相，其实就是相。的一切法，通达一切法的名字，声音语言啊，或是相，通达一切法的名字。啊，举个例来讲，比如讲我讲四谛，讲缘起，啊，那缘起是什么？四谛是什么？啊，那十二因缘是什么？那三无漏学是什么？啊，七觉知是什么？啊，那我们讲九住性是什么？九次第谛是什么？这一切法很多啊。那这个五根五力是什么？那四念处是什么？这有很多啊。这我们讲这个法就是真理啊。那么真理主要是缘起四谛中道如物，正得真理的如物，正得真理的方法，主要是三十七道，四念处、四正行、四如意足、五根五力、七觉知、八正道，这个是归纳起来的。好，那么这一切法啊，就是真理以及正得真理的方法，这一切你都通达。啊，你讲得出来，你也能够分析的清楚，讲得明白，也能够分析的清楚。那么你都通达，你知道，啊，那这个就是法无碍，啊，那你如果没有懂那么多，你不一定能够讲。
你可以证得阿罗汉，但是你不一定可以教人家怎么证阿罗汉。啊，真的，你自己可以没有烦恼，但是你不一定能够教人家怎么样可以没烦恼。那师父，我要怎么修才能够修到你脾气那么好？我也不知道我生下来脾气就这么好。那有时候你不一定能够教，你不一定能够讲一套方法出来，而且让人家听得明白不一定好。啊，那中间反正人讲不出来。我们说这个叫中通跟说通。中通说不一定通哦，那说通也不一定中通哦。能说善道也不代表你就修得很好哦，不一定哦。啊，这像提婆达多也说通了，提婆达多说也通了，但是他就没有中通。啊，那中通又说通的，其实就比较殊胜。好，那么法就是一切法的名字，法无碍，无碍就是没有障碍的。啊，那么义就是这一些法的义。比如说讲缘起，那什么是缘起？你就可以讲啊，声闻有四种缘起，大乘有四种缘起啊。那阿含经是所谓的业报缘起啊，一直到啊业报缘起里面啊，这个部派里面就把它分啊，刹那缘起、缘夫缘起、缘系缘起啊，然后富贵缘起。那大乘又有所谓的啊，这个阿赖耶缘起、性空缘起、如来藏缘起、法界缘起啊，就你可以讲啊。那么这些都是义啊，这个法里面的义。它所指涉的内涵，那么此无碍比较像，这个就是佛也具有这种能力了。一般人他有限，他能够讲，但没有办法讲到圆满究竟彻底，什么都能讲，没有办法。一般人没办法，就是阿罗汉也不一定都能讲，没有。但是佛，所以这个是赞叹佛的嘛，无碍，完全没有障碍。那么此就是可以用种种的语言，啊。你像我们刚才讲，主广互通三十六国语言，那么这个鸠摩罗什也通好几国啊，不知道几国就已经不知道。但是你看他很能够善巧，把这个把印度的话换成中国的话，中间啊这个词义都非常的清楚啊。那么这个也不容易啊。那么这个是词外，那佛能够用种种的地方语言，而且又知道这个人这里的意思是什么，那里的意思他都通达。比如说，我们举个例来讲，啊，大陆讲土豆是讲马铃薯，我们这边讲土豆是讲花生，啊，那这个一般人也不知道，但是这一些词义的差别，在这个地方是这么讲，在这个地方是那个讲，那这个地方要用这样的来说，这个地方要用这样来说。那佛，比如说佛今天要请阿难去买马铃薯，如果在台湾，他就会讲你去买马铃薯，那在大陆就会跟他讲你去买土豆。那所以他这个叫什么？此外，各种声音、各种言辞，我都通了。啊，讲这个，那这个其实不容易，这个其实不容易。啊，那乐说无碍，啊，就是一般来讲，就是可以佛可以一，就是对这一些都通达，而且能够常为众生这样讲。一般我们是这么说，乐说无碍是说。他的言辞上能够为众生，随着众生根基不同，就是能够契理契机的，能够契理契机的为众生说。他说出来的是法，他要你明白的是义。但是他有一些我们说出来的法，我们也不明白他的义。但是他说出来的法，他能够善巧的让你明白这个义，而且用种种不同依据你种种不同的，他都能够讲啊，各种言辞、各种方言他都能讲，而且他很善巧的。能够说一切法，让你明白一切义，然后用种种的方法让你明白，而且常常这样说，随顺不同的众生就有不同的说法。如果一大乘论的说法，我们再用一大乘论的说法，啊，法，大乘论的说法，法是一切义的名字，啊，就是在形容这个东西，给它一个名字，一切义的名字，啊，名字就是文字语言。文字说出来就是语言，啊，写出来就是文字，啊，那意思是一切法的意，啊，一切法的意，一切意的名字，一切法的意，啊，法的意，啊，比如说这是叫做奇异比，啊，那奇异比，啊，然后它是一个名词而已，啊，那奇异比它基本上是在写白板的，写在白板的，啊，它就表现它这个内容。好，那么。你讲缘起，讲四谛啊，也是这样。那么词基本上就是种种的语言啊，精通各地的种种的说法，不
不同的说法，种种因缘啊，最简单，我们这样简单讲。那么乐说无碍是指啊，指这个开眼明镜啊，就是开眼这些道理。好，那他可以一直讲一直讲啊，而且讲的都很精到，开眼这些义理，开眼这些义理法义啊，我们可以讲开眼法义啊，无有求见，开眼这些法义，法紫色的义啊，开眼这些法义啊，然后就开眼这个道理啊，那这个无见啊，无有求见。他有法义的道理啊，无有穷尽。那么讲到这里，他这里讲到所谓的眼智明觉。好，刚才有人问这个，他说啊，那么于所闻法无理中，这个佛说于所闻法，于所闻的，因为佛常常啊讲缘起、四谛。中道佛法的核心是这个哦，佛法的核心就是缘起四谛中道无我这四个。那么缘起四谛中道都在讲无我，无我是解脱的关键，这个我们上一节有讲啊。他说你对于我跟你讲的这个法，于所无缘起四谛中道无我的法，于所无法，于所无法，这个法是指这些。他跟他讲缘起啊，那你要怎么样？于所无法，如理作义。你要去思考，正确的思考啊。那么人生就是人生智慧了，人生般若眼智明觉。那这个有很多种解释啊，那我们讲简单的解释就好啊，就是智慧的四个层次了啊。那么简单的说啊，眼就是能够见啊，一般来说的啊，就是能够见闻，能见能闻啊，见是。比如说文字啊，文字语言，但是能够见法，那是能够理解，能够明白啊。那我们讲几个层次啊，一个是见闻，那么智是啊推断，明啊是明白，觉是啊这个觉悟，就是见闻推断明白觉悟啊。你看见真理，你体证真理，你能够显明真理，你能够觉悟真理。那如果从究竟义来讲，它是一样的，眼智明觉都是般若，啊，都是般若。那如果从次第来讲，啊，先得眼智，然后得明，然后最后得觉，啊，有这样的一个不同，啊，有这样的一个不同。好，那么因为啊，时间到了，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。那这个我们只是讲到，那讲到其所智度无等的，啊，这个还没讲，把，啊，这个讲。那么我顶礼，因为佛具有这一些殊胜，佛具有这个法跟观，佛具有这些殊胜，那么所以我现在我要说这个大智度的解释摩诃般若经，我礼敬这个佛，智度无等，就是已经究竟圆满得智慧而度脱生死的佛，而且这个佛是我们讲天上天下无如佛，没有人跟他一样，只有他。才具有这样，所以我顶礼他，所以我们皈依他啊，我们跟他学习，其实这样。好，那好，那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大家合掌合笑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